有文化有多可怕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有文化后，当别人还在嘲讽你读书无用时，你大可不必反驳。一，我八岁的儿子手指被点烟气烫了，告诉我，因为我手指缩回来的动作是反射，没有通过大脑，只用了0.03秒，所以我的手烫得不厉害。如果经过大脑，我缩回手得0.8秒，估计手指就被烫熟了。二，有文化当然好，和老公恋爱时没捞过爱看啥书，结婚后没娃两个人聊天，他总和我装有文化，和我聊历史。哎呦我去，我是历史不听课就能得高分的好不？基本他考不住我的，对我更加佩服加爱护了。欢迎留言。